satu dari 10 kanak-kanak menjadi mangsa jenayah seksual sebelum usia 18 tahun. Ini bukan spekulasi. Ini statistik. Ini fakta. Ini adalah anak-anak kita. Mereka akan terkesan seumur hidup. Malaysia, kita mesti bekerjasama untuk hentikan masalah ini sekarang. Marilah bersama-sama hentikan jenayah seksual kanak-kanak. Layari fb.com/hentikanmy untuk maklumat lanjut.售出2000套的神器，今天我们只给你限量400套哦。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Reno 多功能空气炸锅，不用看火，也不用怕油溅，因为我们拥有3.2公升的大容量，还有不粘内锅，以及智能的控温和定时，让你的厨房少油烟之余呢，你又可以安全和简单的操作。今天呢，你要油炸啦、煎炸啦、烧烤啦，甚至是烘焙都 OK 哦，而且呢，烹煮更多，清洗更加容易。是的，你看一下今天有难以置信的丰富赠品哦，除了我们的多功能空气炸锅之外，要送你不锈钢的食物盒3件套，厨房的用具4件套，彩色夹，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食谱1本，全部要送给你，市价呢是高达499令吉，但是今天24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回家，而且限量400套，大家赶紧行动吧。今天精彩天天哇！大家好，我是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 Bucky。新年要到啦！新年要到，对不对？就是吃东西。真的，但是我跟大家讲哦，现在吃东西是吗？油啊，很贵呀，油一直在起价，所以呢，要煮东西都是要用到很多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跟你讲啊，我每次医生就跟我讲，过年过节不要吃太多东西啊，等一下吃太多东西对你的身体不好，因为你吃的东西全部都是拿来炸的，所以呢，全部都是用油来做，这样怎么办哦，佳琪？是不是？所以我说呢，其实你要吃煎炸的东西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呢，可以更健康的方式来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呢，我们的 Reno 空气炸锅呢，如果说今天把它放进去煎炸的话，都不需要油。哇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呢可以很安心的在吃着我们喜欢吃的过年的东西耶。是的，你看一下，今天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的 Reno 多功能空气炸锅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的一台机器而已，而且呢就可以做出很多很美味而且很健康的一个食物。是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，今天呢只限今天我们只有400套哦，然后呢我们今天呢送的东西一，我们就给你一个食谱嘛，对不对？是的。然后同时呢，来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产品，除了那个食谱之外呢，我们还会送你这个食物盒，这个食物盒是不锈钢的哦，然后里头是有3个、哦、不同 size 的，同时呢我们还会送大家这个刀具了，我们这个刀具呢其实有4个不同的哦，就3个大刀，还有一个是拿来挂的，还有这个呢过年的时候就可以用了，就是我们的彩色的夹。对的，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啊，今天呢整个套组呢有差不多10样不同的东西，最主要呢价钱只需要249令吉，249令吉，但是我们的赠品总值已经是高达139令吉，等同于说你今天呢买回去呢就只是多少钱而已，90令吉而已，就可以把我们的空气炸锅带回去了。但是我跟大家讲哦，今天呢要听清楚哦，我们只有限400套哦，所以我们的400套一完的话，我跟你说很大可能你要等我们再 restock 了。但是呢，我跟大家讲啊，要过年过节最主要就把我们这个 Reno 抢回家了啦。是的，因为新年的时候，你看我们都会吃一些就是蟹柳嘛，对不对？是，蟹柳通常都是炸的。对，然后同时呢，你看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好像普通要炸那个蟹柳的那个怎么样油嘛？你看这个呢，我跟你说哈、哦，如果是那种一瓶的那种油啊，全部都已经倒进里面了。然后呢，我可以讲啊，你放进去里面的时候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一不小心哦，它就会烧倒出来，然后那个油还会溅出来的。这个呢很麻烦。然后我跟大家讲，好多油，你可以讲啊，因为它太多油了。然后呢？你看那个热气哦，全部这样跑上来啊，对自己啊，在家里也不好。我跟你讲，人家来你家哈、啊，是闻到那个油味啊，是的，你要想一下，新年的时候，难道你要弄到满身都是油烟味吗？所以呢，今天呢，不需要呢，就是在家非常的辛苦，还要炸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点的水溅进去就会溅出来，所以呢，其实对我们女生来讲是非常不方便的。不用女生啊，连我男生都要这样子站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？好可怕！而且呢，整个厨房都是
油烟味，加上什么呢？其实呢，你看现在这样子炸了之后，拿出来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那个油是非常非常的多的。是，然后我跟大家讲啊，你看，我们放在这个碟子上面呢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一盖热的时候，来，不用，我们就这样子盖热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这整个迪修火都是油啊，好可怕，看到没有？连我的手啊，全部都是油啊！想想看你刺进肚子里面啊，还是进到你的个血管里头啊，全部会煮沙呀，因为全部都是油。然后我跟大家讲，炸了之后，这么大锅的油拿来做什么？丢掉。然后你要怎么清理它？你丢进你的心里面哦，它一卡在里头凝固了之后，就是煮沙了。真的煮沙了之后啊，你还要叫 plumber 来哎，来帮你修。那个你以为我家里是印钱的妹？我们根本都不是印钱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解决方式，是什么呢？完全不用有油烟，然后呢，也不用吃的这么有负担。新年的时候，你看一下，买一台我们的这个 Reno 多功能空气炸锅回去就 OK 了。你看，就是非常简单哦。上面呢，这个就是温度一个设计，所以呢，大家就可以自由的转动你要的那个温度。是。然后呢，下面这边呢，就是一个时间的设计，你可以自己呢，就是定时咯。这样子转一转的话呢，你可以到5分钟也好，或者是10分钟也好，自己可以控制 ，OK， 这样子定回去就可以看到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可以看上面这边是有一个，就是教导大家呢，今天说如果你是要用比如说 French fries 啊、cake 啦，或者是你要做一些海鲜等等的，他都有跟你讲说你应该用怎样的温度和多少的时间。是。然后你看一下，今天我跟你到底有什么不同？看到吗？哎，你看一下啊，就是我炸的这个完全没有用油，可是它出来的效果呢是跟油炸是一模一样的。真的，然后我刚才跟你讲啊，佳琪，你根本没有那个烟味啊，所以说这样子的话，你全家也是不用用什么 air freshener 了咯。对，这个好事。所以你看一下啊，今天呢，我也像 Bucky 这样子。按一按好不好？这样子按一下，按一按，按一按 ，OK。然后呢，就可以看到说，哇，完全是没有任何一滴油在上面。真的，但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你看到我这个没有？你看到我这个没有？我这个全部都是油来的。但是我们佳琪这个呢，哎呀，就不一样了啦。非常的大力的这样子按下去，可是你看一下。完全没有任何的油分在上面哦，是哦。所以呢，你今天吃的时候，你不用吃到有负担，因为我们知道说减肥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呢油要减少一点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吃？听到没有？它是脆的，真的是特别好吃。然后最主要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在家里吃的话，是吗？你心里很安心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根本都没有用到油啊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全家人啊，新年的时候啊，在前面呢，看着我们八度空间，看着我CJ挖小的时候，哇，很开心在那边吃，非常的安心了啦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是限量400套而已，所以呢，大家行动真的要快哦，因为呢，如果400套给抢完的话，就再也没有了。是。然后你看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容量是非常大的。哦，哇哦。因为今天这个呢，是一个3.2公升的一个容量啊，所以呢，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篮子在里面的。有时候有篮子呢，就是呢，它会就是比较小一点。然后今天这个呢，就是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彩色夹子啦 ，OK， 这是送给大家的，这是我们其中一个 free gift。对的啦。然后你看一下，今天我们要烤鸡的话，整一只鸡哦，这样子哦。全部这样子放进去，而且还有很多位置，对不对？是，不要浪费。我们呢要把所有的蔬菜也这样子放进去一起烘烤。哎，这个很好哎，就是说话你很方便，你烤鸡的时候呢就可以顺便把那些蔬菜全部烤好，就是说哎，你还真的是很节省很多时间呢。对，而且呢，就新年要到了，大家要做一些呢，就是很快的一些菜肴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的省时啦。真的了，来。然后呢，就可以呢把它这样子放进去，把它这样子盖起来就 OK 了，就这么快。是的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温度调到200度，然后呢，就把它转成30分钟。你看，哇，这个蓝灯亮起来，就是正式它已经是开启了。哦，哇，我可以说，其实呢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呢，很多时候啊，你以为这个 air fryer 只是拿来炸罢了，对，原来呢，我们还可以就是烘烤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可以做我们烘焙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现在呢，如果已经是完成了之后，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？一二三，哇！
好漂亮啊！真的哎。然后我说，其实啊，如果虽然呢，它烘烤了之后是吗？它不会干呐、对，这个很重要，它还是很嫩呐、很润呐、而且你看一下，它就是好像我们 oven bake 出来这样子，它的色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哇！整一只鸡这样子拿出来呢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放过来。对了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啊、我们的这个鸡哦，这样子把它掰开。看到吗？哇！看到吗？真的耶！看到吗？这个很棒，我觉得呢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来一呢，它如果你用它来烤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它根本都不干，这样子的话，所以说你看，你吃出来的那个东西哦，根本都是不干的，还有那个汁在里头呢，非常非常的棒哎，我跟你说，吃起来很棒哦。而且你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有送给大家这个厨房刀具哦，就是四件组哦，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刀具来切我们的这个鸡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呢，记得哦，就是我们同时间也不是有就是烘烤这个蔬菜嘛，全部给它倒出来，哇，就 OK 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跟大家讲啊，其实呢，我们今天除此之外哦，我们还会送你这个食谱，你看到没有？我手上这个食谱呢，就会教你啊一些就是非常美味的一些佳肴，然后呢，让你呢更加的使用我们这个 Ride Arena 呢，就一个非常非常方便。你看食谱里头好多好多不一样的那个什么讲那个菜肴，然后这些菜肴哦，全部是过年的时候可以拿来用的哦，可以拿来煮出来的哦。是的，你看新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烤鸡，又有蔬菜，很健康，有没有？然后你要知道哦，你吃下去的是没有负担的一个，就是无油的一个烤鸡，这个很重要，是对全家人这个健康都是有保障的。你看，我们已经卖出了20套，谢谢大家。对，来，我跟大家讲哦，我们只有400套，所以已经减了20套，我们只有300多套哦，所以要赶快赶快来抢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。是的，好的，你看一下，今天呢，就是如果你想说外面也是有这个空气炸锅，可是它是跟我们大大不同的，到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第一个，这边拿出来，你看到吗？其实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篮子的，所以它可能跟你讲哦，我是三公升，可是其实它只有2.8公升，因为那个篮子已经用了，那个局限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呢，你看一下它烤的东西其实也不多，我们现在这样子倒出来就可以知道说，它可以烤的量其实是很少，才1、2、3、4。5块这样子年糕而已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容量而已。哎呀，而且呢，你想一下，就是只能烤这5块的年糕，五块而已的年糕呢，其实如果你要烤多的话，又要再烤过，很浪费时间。浪费时间，对。来，然后同时我跟大家讲哦，其实呢，你看一看我们这边呢，这个是传统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它上面这个哈、根本都是没有一层的那个保护层，对，保护层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你用久了之后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会导热，当它不会导热的时候啊，我跟大家讲啊，其实呢，它很容易就会坏的啦。是的，其实你看到现在这个呢，就是完完全全是它的导热体哦。所以呢，你今天东西放多一点的话，那食物会直接粘在上面。真的。可能就会发生这个电线短路的一个问题，是的啦，所以是非常危险的。来，但是呢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Reno 多功能空气炸锅，你看到吗？哇！它最大的一个就是我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？你看它是没有篮子的，对，它没有篮子的话，其实呢就可以装更加多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呢，3.2公升呢就是实实在在的3.2公升。然后你看一下，我们可以炸多少的这个年糕？哇，好多好多哎！跟这个比起来的话，真的是差太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一下，刚刚我们不是有讲说，就是这个导热体如果没有保护层的话，是很不安全的吗？但是你看一下，我们这边上面呢是有一个呢保护层在这边的，所以导热体是在保护层的上面呢，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说你的食物呢就是会沾到这个导热体啦。对，所以呢，我跟大家讲啊，如果你买一台的话，你可以用了很久很久，然后很多次，不管呢你煮什么东西头，你看连一只鸡啊，一整只鸡哦，都可以进到我们这个 Reno 了啦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又觉得哦，你真的是，因为它是3.2公升嘛，对不对？3.2公升的话呢，它是够大，然后呢容量是非常非常深的咯。来，而且呢，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蒸东西，你要煮东西，你要烤东西，你要煎东西，都可以在一个
空气炸锅里面完成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定是全马最低价，好不好？你看一下，就是呢499令吉，今天马上节省250令吉，只需要24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。今天这个249令吉哈，你除此呢，等到我们这个 Reno 之外呢，来，我们还有免费赠品要送给大家。你看，我们免费赠品好多，从啊 First 呢，我们就有我们这个刀器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同时呢，我们还有这个不锈钢的食物盒，还有呢，我们今天呢还会送你一个食谱，然后呢再多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个彩色的夹了啦。所以呢，我跟大家讲哦，其实你在外头是找不到这个套组，然后今天只有400套，限量400套，不要再等了，249令吉呢，您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Reno 带回家了啦。1800-1800-1800，或者是马上上到我们的 cjworkshop.com.my 来抢购吧，记得要快哦。哇哦，难以置信的丰富赠品哦！今天把我们的 Reno 多功能空气炸锅带回家，你看一下，有我们的不锈钢食物盒3件套，厨房刀具4件套，彩色夹、食谱1本，全部送给你。赠品总值是139令吉，所以呢，这么的超值优惠哦，只有在今天而已。看一下，市价是499令吉，今天马上就可以省下250令吉，24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的空气炸锅给带回家了。告别油烟和高知识生活，马上呢就展开我们的无油烹煮的新时代吧！立刻拨打热线1800-1800-0808，或者是浏览 cjworkshop.com.my。让你一秒变大厨的厨具，哇哦，你够了吗？让你轻松不流汗的家居用品，哇哦，你够了吗？让你3周之内成为聚会焦点。哇哦，你够了吗？2019年1月1号开始，全新中文购物时段将在 NTV 7起播。CJ Workshop 就在 NTV 7，您的购物新选择，天天精彩，天天哇哦。CJ Workshop 诸事大吉送 Happy， 在这新春佳节的前夕，从1月14号至2月4号，凡在 CJ Workshop 消费，即可获赠精美礼品。还有，在这段期间，每逢星期五、六日特定时间，网上购物还可享有8%哇哦购物积分。CJ Workshop 恭祝大家祥风阵阵，福运来，天天精彩，天天哇哦！哇哦，你看新年要到了，炸的东西一定是少不了的。然后呢，每天站在这个厨房里面处理东西的话，真的很浪费时间。对，你看我们卖出了58套，谢谢大家。我跟大家说哈，其实呢要新年的时候是吗？我们要煮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在家里哦，那个厨具哦根本是不能帮助你，然后不能让你省钱的话呢，你会很浪费钱，尤其是浪费油。是的，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现在呢电话是在占线当中的，记得，如果不想等的话呢，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去哦，就是 cjworkshop.com.my， 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可以获得5%的哇购物积分，下一次的话呢，就可以换成13令吉来折扣啦。哇，就说你改天买东西的话又再折扣啊，对啊，太棒了啦！我跟大家讲啊，其实我们这个 Reno 啊，不要小看它，它虽然看起来很小哦，但是呢，它里头啊是3.2公升的一个容量嘞，是的，就说、哦、如果你要放一只鸡哦，都可以，是大肥鸡都可以放在里头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是最畅销的一个空气炸锅，所有朋友呢买了回去之后呢，都给予了一个非常棒的评价。你看一下网络上面，大家都讲说，哇，很好的一个产品啦。然后又讲说他很高兴会买到这个产品，而且呢，他讲说可以处理很多东西，因为 multitasking 哦，就讲说啊，今天煎啦、炸啦都 OK。还有人讲什么呢？讲说哦，很容易使用，因为他是4个孩子的妈妈，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，大家还有人一下子买了3台回家。真的，哎，我可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身为单身的人呐、是就已经喜欢把它放在家里了啦。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家里我不是住那种大间房，住在那种小小的 apartment。对。所以呢，如果我要炸东西啊，我要烤东西哦，我就可以用 Reno 一个东西拿来做了啦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的 Reno 的整个体积哦，它是非常小巧玲珑的。真的。所以呢，你今天放在我的厨房里面。
新组套，谢谢大家。你看75套卖出，等同于说现在只剩下大概300套而已，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，因为呢，你知道我们的热线非常热，所以呢，销售出去的速度是很快很快的。真的，然后跟大家讲啊，只有今天呢，这400套啊，你买回来哦，哎，那个免费赠品啊，哇，多大？9样赠品哦，而且呢，总值是139令吉，249减139的话呢，大概就是差不多100块，你就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。我不懂啊，我数学真的很不好啊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其实我们这个 Reno 哦，真的呢，它的价钱哦，市价上哦是最便宜的啦，是的，249令吉，你在外头是找不到。你看这个哦，上网啊，连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哦，是299令吉，你懂吗？是的。但是呢，在我们信息挖选就不一样了，你看这个是279令吉，哎，不同的网站都是这样子哦，然后是没有 free gift 的，你懂吗？是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是给你9样不同的 free gift， 最主要呢，它只需要249令吉而已。而且呢，大家可以知道说，如果大家有在留意空气炸锅这回事的话呢，你出去外面看，肯定没有少过300令吉的。是的啦。所以呢，大家记得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 Reno 多功能空气炸锅给带回家，249令吉呢，就可以把3.2公升的 Reno 多功能空气炸锅带回家。我们今天限量400套哦。除此以外呢，赠品就包括了厨房的刀具4件套，还有我们的不锈钢的食物盒3件套，还有送你一本食谱啦。而且呢，只有在今天，我们多送你一个彩色的夹子。哎，我们的赠品9样呢，总值139令吉，但是我们的价格只需249令吉。是的啦，所以我跟大家讲啊，249令吉，这笔钱呢，真的是不可以省的啦。现在就赶快要收买了啦，赶快拨打我电话码18001808088，或上网 www.cjwashout.com.my。我们曝光创下310万令吉的销售佳绩，今天只有限量400套而已哦。你看一下多功能的空气炸锅，你是不用看火的，也不用怕油溅到你啦。而且呢 ，Reno 是拥有3.2公升的大容量的不粘内锅，还有智能的控温和定时啦。厨房呢可以少油烟，而且呢又安全和简单操作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今天呢油炸啦、煎炸啦、烧烤啦、烘焙啦都可以，而且呢清洗更容易。今天给大家的整个套组哦，你看一下，就包括我们的多功能空气炸锅，然后要送给你不锈钢的食物盒3件套，厨房的刀具4件套，彩色夹子1个，还有食谱1本，赠品总值是139令吉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，你可以省下250令吉，只需要249令吉而已。现在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一个一个销售出去，所以大家不要再等了，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，或者是上到 CJ 网。www.cjwowshop.com.my。哎呀，好消息了啦！128套已经卖出去了。谢谢大家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其实这个好消息哦，不是你的好消息哦，因为就是说你已经少过200多套罢了啦。你拿到的呢，你要买到的几率已经是越来越低了，所以赶紧行动好不好？打电话或者是上到我们的 cjwowshop.com.my。对，来我们看过来，你是不是像我这样子，过年过节的时候是吗？前几天哦，就是在那边炸一些虾饼啊，炸什么饼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，就是要用到这么多油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油哦，如果真的是说一整瓶哦，都已经把它倒进去里面了，然后炸完了，这个油奶说不丢掉。哎，你以为我是印钱的吗？那个钱哦，不是在树上长的，你懂没有？然后我跟大家讲哦，哎呀，如果你在家里啊炸那种饼的话，是吗？这个是那个炸 seaweed 对不对？哎呀，好可怕！你真的是要站远一点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不小心的话哦，那个油哦这样跑上来的话，弄到你的脸。哎，过年的时候你要看亲戚朋友的嘞，他跟你讲周末你的脸那边有一个疤痕的话，哎，很心疼嘞。是不是？而且呢，你要知道说，就是妈妈呢整天站在这个厨房里面炸这个啊 seaweed 的时候呢，就是整身臭油烟味。新年的时候，哎呀，不要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美美的，然后过新年。你看一下，现在呢，我们的这个就已经炸好了，对不对？是。OK， 快点把它捞出来。真的，但是我跟大家讲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呢，就是最心疼的东西了啦。因为呢，你是过年的时候是吗？你要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但是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全部都是油来的，那个油哦，吃进你的肚子里面哦，或者吃进你的那个什么叫你的血管里头啊，阻
塞的、啊。是的，所以我们呢，今天呢，即便是要过年，也要吃得非常的健康，然后没有负担。今天我们的多功能空气炸锅 Reno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呢、啊。而且你看它的体积是非常的小巧玲珑的，你放在我们的厨房里面一点都不占空间。嗯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，很容易的，只要有两个功能就可以了，就是调整这个温度，你要到多少都 OK， 200度。然后呢，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时间，所以呢你自己也可以调这个时间。如果你想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要多少时间，不知道多少什么，没关系，上面这边已经写清楚了。你要做 French fries 啦，或者是你要做 cake 啦，或者是什么 chicken wing 啦，这些呢，你要只要跟着它就可以了。它不只是拿来炸，连做 cake 都可以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不懂就是这样了。我们今天烘焙呀、炸，或者是哇，你看、我们卖出了160套，谢谢大家。我跟你一起讲哈，今天呢，我们只有限量400套，你看卖了160套哦，赶快要购买了。马上呢，你看一下我们到底可以炸多少？你看我们一次过是可以炸这么多，我们的这个，然后你看一下这样子倒出来，是哇，看到吗？而且很多很多。所以呢，你今天呢，我们是3.2公升的一个容量哦。嗯，你要炸多少都 OK。你看一下，全家人放在一起吃，是不是很开心嘞？我们看一下，小朋友，你自己看一下，你自己看一下，这个呢是用传统的那种油来炸的，然后之后呢，这个呢全部都是油。我跟你讲，但是呢，你看我们这个 Reno 就不一样了，看到没有？根本都是干干的，根本都没有油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来，吃一下，哇，哎。你不要跟我讲哈，空气炸锅可能炸出来的不脆，它超级脆的。好脆啊！然后呢，我吃的时候啊非常安静，你懂为什么？根本都没有用到油啊，佳琪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吃进去呢，尤其是整个新年我们要吃很多东西的时候呢，如果用我们的空气炸锅的话呢，你就不用担心说，哎呀，很油，好像吃了很多东西。但是你尽管吃 ，OK？ 用我们空气炸锅炸出来的东西，你要吃多少都没有问题。我会尽管吃的，佳琪。我吃。对不对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东西呢？你看一下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非常方便的，我们要煮什么东西都 OK。哇，我跟大家讲哈，其实呢，你在看着我们的时候是吗？打进来没问题，如果你在占线的话呢，你要用很多时间，但是呢，也可以上网 www.cgwatch.com.ny。记得，你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要蒸也是可以的。哇、可是我们就用这个锡纸这样子包着呢、放鱼进去啦，放所有这些材料进去，然后呢，可以放一些我们的这个就是酱汁进去，这样子倒下去。哇、OK， 然后呢，就把它包起来，就好像平时我们蒸鱼啊或者烤鱼这样子，就非常方便，放进 oven 里面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个道理是一样的，就把这个锡纸全部这样子包起来，然后呢，把它放进去。就 OK 了，放进去之后呢，调整那个时间，调整时间跟温度，就是这么的简单，非常非常简单。然后我跟大家讲啊，我们在等这个时候，你看我们卖出了188套，哎，我们一直在讲的同时哈，那个速度一直呢都在销售出去，所以呢，大家在听着我们讲的同时，你一定也要打电话或者是马上上网了，因为听到我们讲完过后，可能已经卖完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为什么要再买的话，来，我们看过来，你看到没有？前面这些刀，这个4个不同的刀具呢，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免费赠品，你懂吗？然后同时呢，我们还送你这个彩色的夹子，还有哦，我们还会送你这个食谱。对，就说哦，你在里头呢，还可以学到一些，哎呀，过年过节的时候可以拿来煮的一些价钱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些啊都 OK 的。所有这些东西哦，全部都是免费送给你。最主要呢，那个价钱是249令吉。哎，249令吉在外面呢肯定是找不到的。找不到。刚才一定大家一定是很好奇，就是说现在蒸鱼到底是怎样的？你看一下。OK， 就这样子拿出来，它根本都没有油味还是烟味耶。没有的，然后呢，就这样子呢，把它放上去，然后呢，放回去就 OK 了。这样子把它给打开，哇，看到吗？我觉得这个呢特别棒，你懂为什么吗？通常在家里的微波炉哦，其实呢你也是不可以用那个 foil paper， 但是呢我们这个 air fryer 就不一样哦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foil paper 哦。哇，你看现在鱼肉非常非常的嫩哦。是，我就说的，你看，如果呢你用这个的话呢，你不管呢像哪来炸、哪来蒸、哪来烘烤都好，最主要它一个价钱，它只需要249令吉而已。249令吉，今天可以做非常的多东西，所以呢那个钱投资下去是非常值得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健康又保障了，然后吃的东西又好吃，真的。对对，来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哦，我觉得我很佩服我们陈佳琪，你看到没有？怎么？因为呢样子像富
胎这样子，但是呢，煮出来的每一套都是棒棒底的哦。你看一下，尤其是这种酿豆腐，平时我们去吃，我们都会看到说，就是那种安哥啊，丢进去那个黑黑的油里面炸，那个油很多大，很恐怖。所以你看一下，今天呢，这样子呢是非常棒的，而且我们今天还可以呢，就是放进我们的这个送给大家的这个，哎，食物容器是不锈钢的，是的啦，这样子放下去，然后就可以呢把它盖起来。盖起来的话呢，拿去上班。上班去了啦，我跟你讲啊，谢谢佳琪了，你懂为什么吗？最主要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这个 container 全部是免费送给你的，是的，而且记得我们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容量，3.2公升的一个容量，你要煮什么都 OK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记得哦，就是我们现在限量400套，已经卖出了不知道多少套。然后呢，你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打电话1800180808，或者是上到 www.cjwatch.com.my。赠品哦，你买我们的 Reno 多功能空气炸锅回家之后�呢，再送给你不锈钢的食物盒3件套，以及我们的厨房刀具套4件组，还有那一个彩色夹子和食谱一本。哎，赠品总值139令吉，是9样哦，这么超值的一个优惠，只有在今天而已。而且呢，499令吉原价的一个空气炸锅，今天马上给你省下250令吉，只需要24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。而且呢，上网的话，记得可以更加划算哦，因为呢，下一次你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有13令吉的一个折扣啦。哎，告别油烟和高脂生活，马上开启你无。让你一秒变大厨的厨具，哇哦，你够了吗？让你轻松不流汗的家居用品，哇哦，你够了吗？让你3周之内成为聚会焦点，哇哦，你够了吗？2019年1月1号开始，全新中文购物时段将在 NTV 7起播 ，CJ Workshop 就在 NTV 7，您的购物新选择，天天精彩，天天哇哦。CJ Workshop 诸事大吉送 Happy， 在这新春佳节的前夕，从1月14号至2月4号，凡在 CJ Workshop 消费，即可获赠精美礼品。还有，在这段期间，每逢星期五、六日特定时间，网上购物还可享有8%哇哦购物积分。CJ Workshop 恭祝大家祥风阵阵，福运来，天天精彩，天天哇哦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，你懂吗，佳琪？我们今天这个 Reno 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在外头我看到的价钱，你懂吗？它价钱差不多要300多块了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这个价钱哦，只需要249令吉，而今天限今天而已啊，我们只有400套罢了哦。真的，而且我跟大家说，就是今天我们这个 Reno 呢，它其实的那个容量比起外面的更大，因为它是没有里面那个篮子，所以它3.2公升，哇！270套，谢谢大家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为你紧张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就代表你只剩下130套哦。真的，哎，你数学突然间变好了。哎呀，哎，你看一下，剩下最后的130套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这个 Reno 多功能空气炸锅给带回家？现在新年要到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新年的时候一定会吃很多炸、油煎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把这个带回去之后呢，炸出来的东西同样好吃，可是你知道，你吃下去的油是完全没有的，真的。然后我跟大家讲哦，其实呢，如果呢你买它回去的话，你想想看呢、啊，它又可以烘烤，又可以拿来炸，又可以拿来煎炸，哇！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棒啊。也就是说哦，你一个小小的一个 Reno 哦，就是好像你家里的一个 Superman 这样子啊，真的帮你做完所有里头的那些厨具的啦。而且你想一下，今天这个小巧玲珑的这个就是多功能空气炸锅放在厨房里面，其实也不占空间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省下很多呢不同的那种油锅啦，什么锅全部给它收起来。真的。然后跟大家讲呢，现在呢，其实呢，很多人已经买了我们这个 Reno， 你懂吗？然后一个一个跟我们讲这个 Reno 顶呱呱，是的，你看一下大家给的这个评论哦，都是非常好的，全部都是5颗星，然后讲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产品，而且呢，你看一下 multitasking 哦，就讲说它可以煎啦、可以炸啦、也可以烘焙等等的，而且你看一下，有人讲说就是他就是对他的孩子来讲说，他有4个孩子嘛，是，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的方便的，对的啦。然后呢，有人还讲呢，它的容量够大，哎，这个呢更加，他买3个回家，超厉害的。因为你想一下，
可能等于外面的一个空气炸锅，何不买三个回去，然后呢，就是岳母送一台，然后呢自己的妈妈送一台，然后呢自己的家里呢就放一台。真的，然后妈妈，我跟你讲啊，如果呢你有孩子哦，在外头在读书的是吗？买一台送他。对，我们卖是299套，谢谢大家，赶快赶快，我跟你讲的，我其实自己都很紧张啊，佳琪啊，你讲啊，我要上网现在购买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我现在购买的话哦，如果我上网买的话，我还有一个5%的购物机会，就是说改天我再买新进 Watchout 的产品哦，我一个1300的折扣。真的，我跟大家说，因为呢现在呢科技已经是非常的发达了，你要吃油炸的东西，其实呢根本是不用用油的，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用这个空气的热流来代替这个油分哦，然后呢你就可以呢把它带回去吃一些很健康的煎炸的东西。真的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打电话进来哦，占线是要10分钟哦，哎呦，好久，不要等了，不要等了，我把 Key 再教你来。上网 www.cjwatchout.com.my， 你看到没有红色的这个按钮呢，你轻轻按它一下的话，哎呀，到2-3天之后呢，我们这个 Reno 呢就到你家，没有 credit card 没问题，我们还会给你这个 cash on delivery， 货到付款。是的，就是把货送到你家之后你再给钱，你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呢今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，因为呢你除了可以煮很多东西的话，记得如果说比如说你今天牛排啊猪排啊放在里面是冷冻的，对不对？你是可以直接丢进去然后煮的。哇，然后你看就好像你刚才讲的嘛，它就是冷冻的，但是呢同时呢因为它是3.2公升嘛，对不对？很大的容量，很多东西在里头。而且呢今天我们是249令吉嘛，你看看哦，平常在外面卖是没有赠品的，已经是要299令吉，即便是再便宜一点279令吉或者是269令吉都没有我们这边便宜249令吉。而且呢没有我们这样9样赠品这么多。真的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今天只有9样赠品哦。其实呢我们老板都已经摇头了，你懂吗？因为老板是讲，哎呦，我们免费送太多东西没问题，因为呢CJ Watchout跟 Reno 是好朋友来的，他觉得今天星期六，哎呀，要过年了，我们大送给你。你看我们今天送你一个食谱，又送你一个三个那个食物盒，还有呢4个那个刀具，还有我们的彩色的个夹，最主要它一个价钱249令吉，哇，322套啊，救命啊！已经卖出剩下78套而已，所以大家你们在听我们说的同时啊，记得不要停下你手上就是上网啊购买，对，或者是呢就打电话起来。其实不要打电话，因为打电话要等很久。是。然后我跟大家讲哦，其实呢只有今天，你听清楚啊，只有今天。你看你只有9分钟，就是在这9分钟里头呢，我跟你讲有什么东西来。249令吉，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Reno 带回家。除了我们这个 Reno 之外呢，我们还有9样的免费赠品。是的，我们有什么免费赠品？就包括说我们的厨房的刀具4件组啦，还有不锈钢的餐具盒3件组，还要送你一本食谱啦。最后呢，今天要特别加送给你一个彩色的夹子。记得，只有在今天我们送出139令吉的赠品。是，最主要的，它只是一个价钱249，在哪里也找不到，只有在我们。我们CJ Watchout只有今天，现在拨打我们电话码1800180808，或上网 www.cjwatchout.com.my。曾经创下1小时卖出2000套的神迹，今天我们只给你限量400套而已哦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慢慢下来了。OK， 不用看火，又不怕油溅，因为它是拥有3.2公升的大容量和这个不粘的那一锅，而且呢，你可以控温拉定时拉，让你的厨房少油烟之余呢，又可以安全和简单的操作。它可以油炸啦、煎炸啦、烧烤、烘焙，通通都 OK。然后呢，清洗就更加的容易，而且呢，让你的健康没有负担呢。今天呢，我们给你难以置信的丰富赠品啊，包括说我们的不锈钢的食物盒3件套，厨房的刀具4件套，彩色夹子1个，还有食谱1本，赠品总值是139令吉。你看一下我们的市价呢是499令吉一台空气炸锅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给你省下250令吉，只需要24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回家。记得，现在只剩下70台罢了，所以呢，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，或者是上到 cjwatchout.com。你在做什么？哎，等一下。
等一下，你不要跟我讲话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现在呢，我只有11分钟啊，就要买我们这个 Reno 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这个 Reno 哈，只剩下11分钟哈，就要卖完了。因为你懂为什么吗？今天而已啊，我们只有400套，你懂吗？真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已经卖出了差不多，你看我妈妈都讲啊，妈啊 ，Belitiger，OK， 买，妈妈 Belitiger，OK。啊，你讲话，我现在买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要马上啊，就是行动哦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249的一个非常棒的价格，你可以得到什么？就包括我们这个 Reno 多功能的空气炸锅，然后呢，赠品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，包括些什么东西呢？哎，第一个就是有我们的一本食谱，然后还有这个不锈钢的食物盒3件套，还有呢这个厨房刀具4件套。最后一个彩色夹子，通通送给你9样赠品，一个价钱，哎，赠品的总值是139令吉。是。但是呢，我们的这个就是空气炸锅只需要249令吉。真的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讲我怕输多好啊，我真的是怕输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只有今天哦，我们这个 Reno 249令吉，还有这么多免费赠品耶！天哪，真的真的，所以我跟大家讲说，大家千万不要慢下来哦，你要比人家快的话，记得赶紧。上网上到我们的 cjworkshop.com.my， 或直接呢，你去我们的 App Store 那边呢，下载我们的 cjworkshop 的 App， 是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获得15%的真的，不要再等了，249令吉。但是呢，我要跟大家讲，你是不是像我这样子的？要过年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每一天哦，就是要站在这种锅子前面，然后呢，锅子里头放这么多油，浪费这么多钱，因为呢，炸完了所有东西是吗？这个油是哪里去丢掉？倒掉。但是你又不懂要倒去哪里哦，怎么办？因为你懂为什么吗？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吃这样子嘛。煎炸的东西嘛，对，油炸的东西，哎呀，要小心一点呢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好，哎呀，好多油烟啊，好可怕！我跟你讲啊，如果呢你住 apartment 的话，哈，这样子的油烟哦，我跟你说，连那个 apartment 的那个鸡啊，都会咩一声，你懂为什么吗？警铃会响起来，因为呢，它的那个味道太重了啦。是的，大家想一下，新年的时候就是不要满身油烟味嘛。真的。今天呢，新年的时候就是要开开心心的，然后漂漂亮亮的。你看一下，其实这样子哦，炸是很辛苦的，因为又热，何不呢？就是把我们的空气炸锅带回家，然后炸出来口感也是非常好，而且你看一下，一倒出来，大家就知道说，其实你吃下的那个油到底有多少。你看到没有？其实呢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不用挤那个油都好啊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油哦是喝太多的，但是来，我们来挤一下看一下好不好？你看。你看，连我的手都是油啊！我跟你讲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。然后呢，你炸的时候是吗？你炸不够好的话，它整个东西变成好像罗蒂布拉达这样子。你到底是要什么讲？你要这个切比的还是罗蒂布拉达？所以我跟大家说，今天呢，不要再用传统的方式了，把一台我们的这个 Reno 带回家就可以了。你看一下，其实呢，它是非常的小巧玲珑的，所以呢，放在你的厨房里面也是不占空间。是。然后呢，使用非常的简单，你只要调好这个温度，上面这边呢就是温度 ，OK， 可以一直到200度这么高。然后呢，下面这边呢就是这个时间啦，你自己可以调整那个时间，可以到这个就是30分钟这样子多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今天呢，你看一下，拿出来过后你就知道了。哇，我要跟你说哈，真的，它的容量特别特别的大，你一次炸的话是吗？可以炸到这么多哎。是的，你看一下。这个3.2公升的一个容量啊，真的是超级多的。所以你看一下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个跟传统的这个用油炸出来的，第一个就可以看到说，那个油是非常的多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边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下面呢。完全是没有油的，对的。但是我跟大家讲哦，其实虽然没有油是吗？但是来，我们来咬一下，好脆哦，还是脆吃多一点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哦，吃多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在家里啊看电视的时候啊，你是真的是温馨的在边吃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根本都没有用油哎，真的。而且呢，大家都会讲说 ，OK， 我今天要买空气炸锅，但是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空气炸锅，比如说这一个好不好？拿出来过后 ，OK， 我们要做 popcorn， 可是你看一下，其实它外面这边呢是有一个篮子在这里的，所以呢，大家就知道说它的容量其实没有它宣称的这么多，然后倒出来的这个 popcorn OK 就只能做这么多而已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上面呢，它这个是直接到那个导热体那边的，它没有任何的保护层，所以呢，今天你比如说炸鸡的话，那个鸡太大只就会碰到上面的话，其实可能会短路哦。是的啦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 Reno 这就不一样了，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Reno 空气炸锅，那倒出来，哇！
超多的，有没有？好多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是没有传统的这样子，它是有一个篮子的，所以呢就局限了它这个容量。但是今天呢，你看一下，我们这样子倒出来，哇，满到！哇，你看，满到，满到整个多桌子啊，都已经倒下来了啦。而且里面还有哦，我们就是倒不完哦。所以你知道说今天呢，就是呢可以呢可以做任何东西，而且任何容量都可以。大家看到吗？上面这个呢，它是有一块铁板这样子挡住的，所以呢它就不会轻易的触碰到我们这个导热体。你不用担心说食物放进去会碰到这个导热体会烧起来，是真的。然后同时我跟大家讲啊，其实来我们来看过来好不好，这些呢我们桌子上这些东西哦，全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。是的，249零级。我跟你讲，首先呢我们就有这个四个不同的一个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我们还送你这个夹，就是这个彩色的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彩色夹在外头都要差不多整20-30零级哦。然后呢我们还会送你这个食谱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食谱，这个食谱呢，我跟你说，其实里头哦还有很多，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可以拿来煮的一些菜肴哦。最主要呢，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菜啊，怎么讲？这个 Reno 呢，还有我们的免费赠品哦，如果加在一起的话呢，其实要用3400零级，但是最主要是249零级而已呢，您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Reno 呢带回家。然后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件事情，你懂是什么吗？就是呢，它容量够大，它容量呢是3.2公升呢。是的，而且呢今天很棒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们想说呢，要煮任何东西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是从这个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的，然后我们就要解冻了之后呢才可以开始煮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用担心，今天使用我们的这个 Reno 多功能空气炸锅的话呢，你可以直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冷冻的这个比如说什么东西呢，你看这种炸鸡，你看到没有？很多时候哦，如果是冷冻的话，我跟你讲哈，来拿出来，来刮刮身啊！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哦，你要放在水下的话呢，又有太多细菌了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可以直接来煮。可以的，你就直接这样子放进去就 OK 了，看到吗？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调这个时间，调这个时间跟温度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，是不用等它解冻的。然后呢，出来呢，就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？一二三，不要眨眼喽！噔噔噔噔。我跟大家说哈，其实呢，因为呢它够深够大，所以说呢，如果你拿来看一下的话呢，其实呢是可以煮到非常非常棒的哦。是的，哇，有一点点烫哦，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鸡肉哦，哇，而且呢你看它是非常的 juicy 的，所以呢不是那种炸到干干的，还是非常的好吃的、哦。真的，所以是不用怕的。所以跟大家讲，其实呢今天呢这个价钱呢，我觉得在外头是找不到的。你说，因为呢今天呢我们只有400套，只有今天而已，你有400套。然后这400套呢还有免费赠品，最主要只是249零级而已。是的，只有在今天249零级呢，而且是限量版哦，400套给大家带回家。最重要是什么呢？你看一下，今天我们的套组就包括了我们这个 Reno 的多功能空气炸锅一个啦，非常小巧玲珑啦。然后呢赠品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刀具组4件套，还有我们的不锈钢食物盒3件套，还有送你一本食谱，加上呢今天再送给你一个彩色夹子。对，我跟大家说，其实你在外头是找不到这个价钱，找不到所有这些免费赠品。最主要呢，我跟大家讲哦，今天这个价钱呢，我自己觉得啊太离谱了。老板在外头是摇摇头的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我们送你9样赠品，还有我们这个 Reno 最主要价钱多少钱？你看一下，原价是高达499令吉的 ，OK， 499令吉，今天呢马上可以省下250令吉这么多，只需要多少钱？249令吉而已。你想一下，今天呢在新年的时候呢，可以呢带一个可以保障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空气炸锅带回家的话，其实真的很划算，真的。然后我跟大家讲，哇，388套已经卖出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只剩下12套啊！来，看过来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好像我刚才说的嘛。今天人家叫你怕输，没问题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套组太值得了，249零级，就有我们这个 Reno， 还有这么多免费赠品哎！是的，记得，在节目结束之后呢，还是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，或者是上到我们的 cjwowshop.com.my 去抢购，好不好？记得，除了在八度空间之外，以后呢，我们在 NTV 七是全天候给大家放送的。好，记得大家要买我们这个 Reno 啊，1800-180-808，天天精彩，天天旺。Bye.
转眼就是最难最美的画面。哦，恭喜恭喜！